今年展览首次移师香港展览馆办理，也同时创下展览规模的高峰。这个一比二的模型，哦，啊，真正的火箭是大概一比二，更大，真实的是要25公尺。这一个啊，预定后面2025年可能会的发生，它的地面解析度是可以到1米，经过处理可以到70公分。Delivering capability, and that foundation is building a tremendous future with companies here, space and cyber. And so that's the commitment you have from us, from Lockheed Martin, to make sure that we're that partner. I thought this was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o build up. Absolutely. No,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For being with us. I have a small token. Hello. Yeah.是，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蒙古所有的头型的配置给我们对，这个、还有总统，您看这两颗漂亮的飞弹啊，这个都是啊，就是空对地的飞弹，在台湾生产的几年的，这是我们的那个，谢谢，非常喜欢这个。审议通过来研发这个中大型长程的这个直升机，那未来这台直升机呢，可以在空训。以及搜救及远洋渔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可以折叠，所以这个军人呢，他在战场上背包携带方便，只有1.8公斤。这可以做侦察用的吧？可以，可以做侦察使用。那这边搭载了这个以色列军用科技的这个小飞机。就是以后都会配备这样的，地面部队都会配置。对。无人机国家队在总统的召集之下，我们目前军用商规，我们非常辛苦地做到100%没有中国的零件。总统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加油拍个手？谢谢部长，使命必达。This is a commercial grade or a military grade? This is critical defense. Not ready proof, you can. I'll see you both together.好，再见。工作好，布置完全军。副官长，在。请各位夜间战斗机，这种直接过去，让它能够更
来设计，然后接近个人的战斗化这种方式。我们的反射式内红点瞄准镜里面会有一个红点，然后使用者就可以透过这个视野瞄准前面的靶子。那我们红点瞄准前面人形立靶的头部位置，食指靠靶筋进行射击，右手握着点，对，然后枪托我帮你调整一下，左手枪托底紧，对，那有看到里面有一个红色的点点，有，那帮我扣扳机，对，那就是有上面就有一个红点，然后就代表有非常的准，我们就是可以非常容易，而且提供我们射手进行射击。我们是为了我国基地兄增强他的肌耐力，所以在我国基地兄在执行有关重型武器的操作，跟弹药的搬运，以及在战场或救灾。我们请我们的示范同仁做几个动作。好，这个同仁他做了深蹲，我们知道在深蹲的时候膝盖的受力最重，对，但是当他蹲下起来的时候受力最重，那我们一样，真正他要起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扶力，让他起来，减轻他的负荷，然后顺利的完成各式军事动作，穿上外骨骼之后举这个杠铃呢就可以高达40下以上，这就是我们所谓外骨骼增强重量的东西呢存在，透过这个支架到髋关节到膝关节到脚底板，那么有效的卸重，那么人体只能需要。那你们如果心有余力，可以做一些给民间使用，是我们长照也需要这个。最短的部分大概增加的公共空间的一年才大概才。对，因为我看很多那个长照的都有这个需求。他们有一些医疗的人士，他们也很会。你好。